你父亲就是啊，你父亲啊。谢谢阿哥。汐月哥哥，人如其名，东方未晞，月色风霜。谢四阿哥夸赞。如此美貌，赐黄金百两。谢四阿哥。青音格格，聪颖伶俐，是为嫡福晋，赐如意一把。嫡福晋，这就选中我了。真没想到，是他的女儿呢。那当然了，我是来给你长眼的，你给我这个做什么？说好给你就给你的。我跟你开玩笑的。谁跟你开玩笑？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不得儿戏。你在哪儿？我走了。怎么，不敢拿？额娘，我选完了。恭喜青音格格为嫡福晋，谢恩。谢四阿哥，红利。皇上驾到。皇上万安。皇上，咱们的四阿哥已经选了青音格格为嫡福晋。那不成。皇阿玛。有何不成啊？青音格格是皇娘的侄女啊。正因如此不成，皇后犯错，已被禁足景仁宫，非死不得出。皇上，皇后娘娘犯了什么错，受您如此严惩？皇后谋算皇位，朕没要她性命，已是宽容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已经受到严惩，您万勿迁怒三阿哥。皇上有旨，皇三子弘时、萧宗吉去玉蝶，再非皇室中人。皇阿玛，三哥就算犯错，也不该受如此重罚。请皇阿玛看在父子情分上，开恩吧。天家先君臣后父子，你不必为红石再求情。还有，青英是乌拉那拉氏的后人，如今这种情形，他能不能入你的府邸，你要细细的思量。皇阿玛，青英格格一直待在降雪轩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该无辜受牵连。再说了，他被三哥拒婚，如今再失了名分，一个闺阁女子如何在世间立足啊？你在替他说话。皇阿玛圣明，皇娘犯错受罚，不该祸及家人。青音格格也是您的家人呢。红丽，别再惹怒你皇阿玛了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送青英出宫。这，青英哥哥，请吧。顾丈，青英哥哥，请谨慎称呼。顾丈。还请您看在和姑母十数年的夫妻情深，
可以稍稍厚待姑母。请您无福侍奉在您的左右，还请您保重。红丽，别失了分寸。皇上，今日选福晋是喜事，咱们要不把福晋给定了？红丽，罢了。现在吉时已过，朕看红丽也有些累了，改日再议吧。恭送皇上。开门。青樱格格，你可得快着点儿，你要待久了奴才可是吃罪不起。谢苏公公，我即刻出来。姑母，姑母，姑母。青樱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是不是没有选上福晋？是不是受了我的牵连了？皇上让我即刻出宫。果然如此，你快出宫，别理会姑母了。姑母，我会想法子去求皇上的。不能求，否则只会让皇上迁怒乌拉那拉氏全族。你回去告诉乌拉那拉氏上下，谁都不许替我求情，免得再遭皇上责难。姑母，走，快走。青樱哥哥，时辰不早了，走吧，快走。姑母，你一定要保重啊，我会想法子再来看您的。走吧，走吧。青樱哥哥，你快走吧，你要小心。嗯。下个，青樱妹妹，对不住了。姑母是要永远在这儿静坐吗？咱们还有什么法子没有？现在皇阿玛正在气头上，等我缓一缓，我会再求。比起你苦争力求，我说话更方便些。多谢夏阿哥。江雪轩的事，你再等等我，我会再去求皇阿玛，一定要你留在我身边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好好送青樱格格出宫。这，格格请吧。儿臣请皇阿玛安。若为昨日之事而来，就免费口舌了。嗯，你不是喜欢舞文弄墨吗？来看看朕这幅竹子画得如何。世人画竹皆用墨色，东坡居士首开朱竹之风，儿臣曾经见过黄麻法画朱竹。说起来，朕倒有些羡慕你啊。朕从未见过你黄麻法画朱竹。儿臣也从未见过黄阿玛在此作画。从前，
并无忌讳。宫墙之内，天家父子少亲近，也是寻常啊。宫墙之内，只求一所愿之人，也是不宜。天下的事，并不是你所求就能所得。但事涉无辜，儿臣不得不表明心迹。是否有人无辜，就那么要紧吗？要紧的是，你选一个什么样的福晋。皇阿玛，这么多年，这是儿臣唯一对您所求。儿臣从小和秦英相识，性情相知。无论他是什么身份，儿臣并不在意。以前你可以不在意，如今你却不能不在意。跟朕来。坐上去。朕让你坐上去。是。儿臣为难。为何为难？儿臣坐，大不敬；不坐，为皇命。所以啊，身在皇家，不能一切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啊。你也坐。来，朕坐在这龙椅上，一样不能随心所欲。所言所行，都是为了大清基业千秋万代。你今天为了自己的婚事来求朕，说实话，朕也不能不替你考量。可你的婚事，并非你一人之事。从朕的角度去看，他必须得有他应当的模样。红丽啊，你已经大了，你该开始替朕分忧了。国事和婚事，很多时候是一个道理，与你合适的，未必是你所愿的，你必须做的事，未必是你愿做的事情。每一个决定，有它的所得，也总有它的代价。儿子明白，富察氏端庄大方，堪比嫡福晋之选。不过皇阿玛，儿臣还是希望青樱能在儿臣的身后有一容身之处。乌拉那拉氏既是你唯一所求，朕就许了他的侧福晋之位。儿臣谢皇阿玛成全。不过高氏也得成为格格。是。甚好。苏克生，奴才在。皇四子弘历，温公朝夕，执事有客，擢封为宝亲王。这，儿子谢皇阿玛隆恩。